那我们已经倒数一拍掌了哦，准备在这附近的倒数一拍掌钓，来条小的虾，看能不能赚一条连上镜的。来了，终于来一条了。哎，别跑，哎，不是龙鱼啊，哎，哇，科技了，今天第一条就跑了。来，又来，你们看看，哇，这个鲈鱼，这条是鲈鱼啊，终于来了一条鲈鱼了啊，也还行，有个3两左右吧，放在这里面啊，给它养起来。放在哪？哎，吃了，来了。这么大，哎，又跑了。来了，别跑啊，兄弟呀，你看。这一条还不错，可能有个4两多，4到5两，还不错啊。挂张虾，继续下挂。来，跑了，没跑。哎，反正很小，没事。可惜了，不小，还是30两，这个季节都30两。再继续下竿。来了，好啊，这回终于来了，哎，终于没有抓住啊，哎，还不错啊，有一个三两多，30两了，走，继续下竿。不是鲈鱼。跑了吗？没跑。来，哇，这么有力气，喂，哎，喂，哎，这个好，哦，这个太可惜了，大一点不到，我这个现在没事了，看，跟他海底还有，哦，给你气死都气死我了，哇，现在已经被吃了6条了，一条鱼都还没拉上来，老大，慢点，不着急，来，我抄我来。不着急，你慢慢溜，不要拉水面，慢慢来。我也来了，哎，没走。慢慢来，是龙鱼，很有力，慢慢来。哦，是先收一点点，喂，先收一点。哇塞！喂，赶紧，一个，赶紧放着。哇，这个鱼太刺激，哇，真的很像青龙鱼。跟新龙鱼一个鱼，跟新龙鱼是很像。我刚刚拍的那条是这个鱼，太刺激了，我已经钓了。你挂奖，你钓好。可以。来，我再钓。啊！太刺激了。会炖汤了啊！可以。来了。你这边钓。这一个地方钓3条。3条了。我大还是他大？一样，跟这条差不多。差不多，肯定都是5两的。算十个了，算十个了。哎，完了，这会儿虾给你吃完了，我跟你说。请你看一下，还没什么鱼，那就准备收竿回去吧，这边也够吃的啊。你老婆肯定够吃。这时候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什么收获了啊？今天收获还不错。跑了好几条大的。鲈鱼跟这个金海里面的金龙鱼，这个不知道叫啥鱼，就叫它海里面的金龙鱼吧。有好多条，兄弟啊，看来今天没有白忙活啊。没有，比你买的快吧？比什么买的快多了。我订了好多天都订不到鲈鱼，兄弟，看这些钓的那个处理成本多少钱，我给你买了啊。没事。好，我给我老婆吃。走，那我们现在准备先上岸再说吧。今天算是非常不错的一天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再见哦，拜拜。